临时龙舞表演、越南艺术家民族歌舞演出、刺斧跳神等节目吸引观众的眼球。参加博览会的越南三十间展位向观众介绍了越南精致的手工艺品、丝绸、图锦、水果蜜饯、茶叶、火龙果、菠萝蜜、菠萝、越南面包等产品。本中心利用这一平台来推介越南文化、美食和旅游，同国内企业配合，向国际友人介绍越南丰富多彩的文化之美。今年越南展区位于巴黎展览会最亮眼的地方，其将有助于推广越南手工艺品的精致、越南企业的活跃和越南国度的丰富多样。博览会就是推介国家传统产业的良好机会。希望在包括巴黎博览会在内的法国各大展览会推介越南形象活动，将帮助法国公众与越南文化、饮食和旅游近距离接触。巴黎凡尔赛门博览会将于5月12日结束。